这是一个一个河滨公园的样子，嗯，然后好险雨有停了，对，原本今天是整天都下雨这样子。哎，那今天造型有点像什么火影忍者哦？对，有点，今天造型有点像那个火影忍者的响，就是一个组织，真的很像，发型都是很像的。对，就是一个坏人的组织这样。OK， 那这首歌也坏坏的。好，那今天拍《给我你的爱》这支 MV， 那导演特别准备的就是重击，还有一个就是很性感的女郎。对对对。那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感觉？其实因为这首歌就是比较是在讲做爱这件事情。啊，就是很直接的，当然也没有那么直接，有点隐喻在里面。对，那希望给大家呈现的画面跟感觉，就是是一种很怎么讲，就是灯光暗暗的啊，然后很适合听这首歌，就可以一直很舒服的做那件事情这样子。因为这次也是特别跟那个谢甘甘导演合作，然后自己也一直很欣赏他的作品，然后这次有机会合作，就是觉得很期待成品这样子。创作这个东西就是，我现在比较喜欢就是不干涉人家的创作，就我觉得我丢这个东西给你，然后你去听完，你自己觉得该怎么做就，然后不要太扯就好了，这样的就都可以。